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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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，Uncle Auntie， 来来来，当今嘛，人讲啊，秀才咧是免出门的啦，单单看 YouTube 甲 Facebook 咧，就知影讲天下大小事。我叫阿爷，本身咧是开五金店的啦，这帮咧行情是真正歹啦，贼仔也多，所以大家出入咧，定着爱较细腻。有人打波仔按外口趁食咧，讲老实是并辛苦，但是最重要咧，家庭爱过了好。厝内老爸老母，我甲囝咧安全定定爱排第一。我讲了敢无敢？歹势啦，安哥安弟，借问一下，你厝是毋是有到 alarm system？ 不如到这个 CCTV， 不如饲狗。但是咧，安怎查咧，果是会爬你来？为什么咧？你讲啦，厝的 alarm 啊响个大细声，厝边啊听有啊，本来听无咧。CCTV 啦，好你讲照着人的面啦，但是马达甲你讲咧，找无着人啦。饲狗的咧，佫惊狗咧，互人偷死。你讲啦，我讲了啊，对唔对？放心放心，今日阿姐有好康介绍给大家。这个叫篱笆器，阿摩咧就叫做 fencing spike。贼若是要爬你来，有人就该插死；若是爬你来，佮爬出去，有人本事该插死。安怎安讲？无死，本大伤啦，敢无？安哥安弟，篱笆饲咧有分作两种，这是第一种，一边咧是星星的饲，佮一边是尖角的饲，长咧差不多四尺，宽有两寸，宽度四寸半。你看到铁的高度哦，2.0mm， 并且哦，蛮小小哦。啊，这是第二款，有两摆的尖饲，有分大饲，分有一个细饲，长咧是差不多四尺，宽寸六，宽度三寸半。T 的高度 2.0mm。 讲到买物件，上重要定要了解清楚，这个篱笆器是啥物外国，有啥物好处，水无？第一，简单的设计，看到无？两排器，佮并尖咧，贼也是要爬你来，来啦，来啦，惊你啊！第二，讲到本钱，偏偏尔，免担心，开一摆镭，下摆就免开了。第三 ，maintenance free， 意思讲咧，免费保养啦，大个月咧是免去耗累了的啦。第四 ，durability， 真正打汗，真正扛的啦，加埋一个电镀，上敢打汗嘛，五年到十年啦，啊，放心放心。第五，老实跟你讲啦，这个篱笆器咧是真正好斗的，家己斗就会使了，根本是免请人的啦。升起来，升起来，行情派，行情派。第六。背后佫袂臭，这个篱笆器啊，有电也好，无电本好，拢总无代志啦。人讲啊，卖花咧是决定讲花香的啦，阿个咧就无相。我若卖物件爱老实，歹个本爱讲出来。第一，这个篱笆器会生山无？虽然是电镀，浸着水啊，也是交流水伤久，本是会生山，但是决定比油漆佫较堪的啦。第二。歹看咧，无甲笑淡薄咩？啊，你有朋友诶，我问你啦，你生命较重要，还是钱较重要？古摆啊，用不多干，也无看你 complain， 是哦，把你无 complain 虾米？第三，讲到这个篱笆器，较无细腻，我定会挂伫手仔啦。但是不要紧，贼若是要爬你来，试看卖，可以挂两块肉去，看伊听无听。失礼失礼，安哥安安弟，这是阿个头一摆用福建话。来推销物件，就是要卖这个篱笆器啦。事实讲，这个篱笆器是真正好的物件。若是安哥安弟有兴趣的咧，随时会使联络阿杰。若是安哥安弟感觉阿杰视频做了真好的咧，请给阿杰一个赞，本该分享出去 ，OK？ 该分享出去，或是更加多人知影关于阿杰甲这个篱笆器，好不好？水不水 ？OK 啦，拜拜 for now 啦，哒哒。